我住手！爹，娘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打起来了？爹，您和二姨娘挑的这两个儿媳妇可真够孝顺，这进门第一日就如此精彩，这以后咱们府上可有热闹看了。哼，大胆，还有那个柳静书，谁敢动我刘府的一根手指头，我便要他血溅当场。放肆！侯爷别着急，有话好好说。你们心腹还没过门，竟敢私自下轿，还指使家丁打人，真是太过分了。兰儿，我们柳家有祖训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人若犯我，想打就打，不分时辰。你，侯爷算了，静书她是将门虎女，再说这门亲事毕竟是圣上定下的，就算有什么不合礼数，姑且让她先进门吧。哼，公爹，您可要为我做主啊！我大伯是当朝孟太师，我什么时候受过这等委屈？现在不就受着了吗？而且还是自作自受。你，就算圣上赐婚，你越不过礼法去，这还没过门就胡作非为，忤逆尊长，我们宣平侯府高攀不起柳大将军府这门亲家。宣平侯夫人灵位到。爹，要说礼法，我娘走了不到一年您就学习了，是不是也不懂礼法？小人言，这大喜的日子你想做什么？既然今日是我娶媳妇的大喜日子，我请我娘出来看看媳妇有什么问题。大哥，我娘做了十几年的侯夫人，你这样当众给她没脸。侯夫人，我是世子，也就是未来的宣平侯，我的夫人自然也是未来的侯夫人，你们当众不也是下她的面子？怎么会是他？他当街喊打喊杀，这样的人也配做侯夫人？配不配，我说了算。